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这个感应篇第37节说的恶报的总纲，非理非义而动，背离而行。这一句我们已经讲过两次，义理两个字非常重要。不仅仅是做人应该要明了，修行正果永远没有违背，可以说是事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源。深广无尽，如果是非义背离，这就是众恶之源。太上在此地特别提醒我们，这两个字认识愈深刻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品位就越高。这两个字认识到究竟圆满，就是如来果地。所以什么是义，什么是理，一定要搞清楚。他的幕后这个注解的结论四句话讲得好，